分别功德品第十七。这时，法华会上的大众听到释迦牟尼佛说如来寿命的劫数如此长远，无量无边，阿僧祇众的众生均获得了极大的利益。此时，释迦牟尼佛告诉弥勒菩萨说：“阿逸多，我在说此如来寿命如此长远时，有680万亿罗由他恒河沙数之多的众生，已经证得了无生法忍的境界；又有较此千倍数量的大菩萨获得了陀罗尼法门；又有如一个世界讽为微尘之数那样众多的大菩萨得到了要说无碍辩才；又有一世界微尘数的大菩萨获得了百千万亿乃至无量的悬陀罗尼法门；又有3000大千世界讽为微尘之数那样多的大菩萨获得能转不退法轮的力量；又有2000中千世界国土讽为微尘之数的大菩萨得到转清净法轮的力量；又有1小千世界讽为微尘之数的大菩萨在经历8次转生后将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又有4个4大部洲讽为微尘之数的大菩萨在经过4次转生后将成就无上佛国；又有3个4大部洲讽为微尘之数的大菩萨由此经过3度转生将成就无上佛国；又有将2个4大部洲奉为微尘所得微尘总数那么多的大菩萨由此经过2次转生将成就无上佛国；又有将1个4大部洲奉为微尘所得微尘总数那么多的大菩萨由此经过1次转生将成就无上佛国；另外还有8个世界奉为微尘之数的众生由此发起至求无上正等正觉的宏大誓愿。释迦牟尼佛在宣说这些大菩萨众获得巨大的法力时，从虚空中如雨一般降下曼陀罗花和大曼陀罗花，飘落在无量百千万亿棵宝树下狮子座上诸位如来的身上，也飘落在七宝塔中狮子座上释迦牟尼佛和久已灭度的多宝如来的身上，也飘落在所有的大菩萨和4众弟子的身上，又落下如雨一般密集的细末旃檀香、沉水香等，在虚空中，天鼓自然奏响，绝妙的音声悠长久远，又落下如雨一般的1000种天衣，天衣上垂挂着各种各样的璎珞、珍珠、璎珞、摩尼珠、璎珞、如意珠、璎珞等，到处遍布。各种各样的宝香炉中燃烧着珍贵无价的上品妙香，香味自然飘散弥漫各处，供养这次法华大会。每一位如来的上边都有很多菩萨手执宝幡和宝盖，依次飘然而上，直至梵天。这些菩萨以其微妙的声音歌唱出无量的偈颂，赞叹诸佛如来。这时弥勒菩萨从座位上站立起来，袒露右肩，向释迦牟尼佛合掌致礼，然后以偈颂说道：“佛说西游法，
昔所未曾闻，世尊有大力，寿命不可量，无数诸佛子闻世尊分别说得法力者，欢喜充遍身，或住不退地，或得陀罗尼，或无碍要说，万亿旋总持，或有大千界，微尘数菩萨，个个皆能转，不退之法轮，复有中千界，微尘数菩萨，个个皆能转，清净之法轮，复有小千界，微尘数菩萨，于各八生在，当得成佛道，复有四三二，如此四天下，微尘诸菩萨，随数生成佛，或亦四天下，微尘数菩萨，余有一生在，当成一切智，如是等众生闻佛寿长远，得无量无漏清净之果报，复有八世界微尘数众生闻佛说寿命，皆发无上心，世尊说无量不可思议法，多有所饶益，如虚空无边，欲天曼陀罗，摩诃曼陀罗，示范如恒沙，无数佛土来，欲旃檀沉水，缤纷而乱坠，如鸟飞空下，共散于诸佛，千古虚空中，自然出妙声，天衣千万种，旋转而来下，众宝妙香炉，烧无价之香，自然悉周遍，供养诸世尊，其大菩萨众，执七宝翻盖，高妙万亿种，次第至梵天，一一诸佛前，宝床悬圣幡，亦以千万计，歌咏诸如来，如是种种事，悉所未曾有，闻佛寿无量，一切皆欢喜，佛名闻十方，广饶益众生，一切具善根，以住无上心。这时，释迦牟尼佛对弥勒菩萨说：阿逸多，如果有众生听说如来的寿命如此长久，甚至能在一念间产生信解，那么他所获得的功德就无有限量。如果有善男子和善女子为求证无上正等正觉的缘故，在长达八十万亿挪由他劫的岁月中修行五种波罗蜜法，即布施波罗蜜、持戒波罗蜜、忍辱波罗蜜、精进波罗蜜、禅定波罗蜜，不包括般若波罗蜜，由此获得的功德与前述听闻如来寿命长久而一念信解所得到的功德相比，那修持五种波罗蜜的功德尚无法企及信解功德的百分、千分，甚至百千万亿分中的一分，甚至用算术来推算，用譬喻来形容，均无法穷尽。如果善男子、善女子具备了这样的功德，那么他们最终将证得无上佛果而永不退转。这时，
释迦牟尼佛为了再次宣说以上法义，即以寄语说道：若人求佛会于八十万亿罗由他劫数行五波罗蜜，于是诸劫中布施供养佛及圆觉弟子，并诸菩萨众真意之饮食、上服与卧具、旃檀、立精舍，以园林庄严、如是等布施，种种皆微妙，尽此诸劫数，以回向佛道。若复持净戒，清净无缺漏，求于无上道，诸佛之所叹。若复行忍辱，住于调柔地，设众恶来加，其心不轻动。诸有得法者，怀于增上慢，为此所轻恼，如是亦能忍。若复勤精进，志念常坚固，于无量亿劫一心不懈息，又于无数劫住于空闲处，若坐若经行，除睡常摄心，以是因缘故，能生诸禅定，八十亿万劫安住心不乱，持此一心福，愿求无上道。我得一切智，尽诸禅定计，世人于百千万亿劫数中行此诸功德，如上之所说，有善男女等闻我说受命，乃至一念信，其福过于彼。若人悉无有，一切诸已毁，身心虚于信，其福为如此。其有诸菩萨无量劫行道，闻我说受命，是则能信受，如是诸人等顶受此经典，愿我于未来常受度众生，如今日世尊、诸世中之王、道场狮子吼说法无所谓，我等未来世一切所尊敬，坐于道场时说受亦如是。若有身心者，清净而智直，多闻能总持，随意解佛语，如是诸人等于此无有疑。另外，阿逸多，如果有人听到如来寿命长久，能理解其中的意趣，那么此人所获得的功德无可限量，他必会开启与佛无二的无上智慧。何况有人能广泛地听闻此经，并教别人听闻，或者自己依持，或教别人修持，或者自己抄写，或者教别人抄写，或者以香花、妙香、璎珞、宝床、宝幡、宝僧、宝盖、香油灯、酥油灯等供养这部经典，那么此人的功德更是无量无边，并由此而证得佛果所具的一切种智。阿逸多，假如善男子、善女子听我说如来寿命长久，内心深信不疑，并了解其中意趣，那么他就能够看见佛陀常在灵鹫山上同大菩萨和声闻弟子在一起，并在他们的环绕下演说《法华经》。他又能看见此娑婆世界的大地皆以琉璃铺成，地面
平整周正，四面八方的大道，由阎浮提的坛经、坐戒、七宝之术排列成行，所有的楼阁和冠台皆由七宝造成，那些菩萨们都住在其中。假如有人能观察到这种境界，应当知道此人是对《法华经》有深心信解的。还有，在如来灭度之后，如果有人听到此经，不加诽谤，并产生欢喜之心，应当知道此人是对《法华经》有深心信解的。更何况有人能够读诵受持，那他即是常由如来住于其顶。阿逸多，这些善男子、善女子已经可以无需再为我建立塔寺及建造僧房，也不必再以衣服、饮食、卧具、医药等四事供养僧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些善男子、善女子受持读诵这部经典，本身就相当于建立佛塔、僧房和供养僧众，这也相当于用佛舍利而建起七宝塔。这塔又高又广，由下而上逐渐缩小，直达梵天。塔上悬挂着各种幡、盖以及宝铃，又有鲜花、妙香、璎珞、墨香、涂香、烧香、纵鼓、祭乐、竹箫、铜笛、箜篌，演奏种种的舞戏和微妙的音乐，来歌咏、赞叹、颂扬。这种供养持续无量千万亿劫，做了如此长久的供养。阿逸多，如果在我灭度之后，有人听到这部经典，能够坚信受持，或者自己抄写，或者教别人抄写，那他就相当于建立了僧房。这僧房用赤毡檀木造成，有32座殿堂，有8棵多罗树的高度，高广严饰，成百上千的比丘住在其中，内中尚有园林、浴池、经行的道路、坐禅的洞窟，衣服、饮食、床褥、汤药和其他乐器无所缺乏。这样的僧房和楼阁的数量可达百千万亿座，数量之多无法测计。这就相当于用如此众多的供具呈现在我的面前，供养给我，以及供养诸比丘僧众。所以我说，在如来灭度之后，若有人能受持读诵此经，自己抄写或教他人抄写供养经卷，那么就不必再建起塔庙、修造僧房、供养僧众来积累功德。更何况还有一些人，他们在受持此经的同时，还能兼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等6种波罗蜜之法，这些人的功德最为殊胜，可说是无量无边，如同虚空一样，东西南北、四维和上下都无量无边。这些人的功德也像这样一般无量无边，他们很快就会证得与佛无二的一切种智。如果有人读诵受持此经，为他人解说，或者自己抄写，或者教别人抄写，与此同时还能建立佛塔、
兴建僧房，供养并赞颂声闻僧众，并以百千万亿种赞叹的方式赞颂菩萨的功德。另外，他还能根据其他人的不同因缘，随顺经文义理，为他们权宜解说这部《法华经》。如果他还能清净持戒，与柔顺温和者共同修学，忍辱无嗔恨心，意志坚定，常以禅坐为重，获得深入的定境，又能勇猛精进，行诸善事，诸根慧力，善于答问诸难解之意。阿逸多，如果我灭度之后，善男子、善女人们能在受持、读诵此经的同时，还能有这样的诸善功德，应当知道，这些人已经走向成佛的道场，接近于无上正等正觉，已坐在终将成就佛果的菩提树下。阿逸多，在这些善男子、善女人坐、立或经过的地方，均应建塔，一切天人都应供养，如同视之为佛塔一样。这时，释迦牟尼佛为了再次宣说以上义理，即以偈语说道：若我灭度后能奉持此经，斯人福无量，如上之所说，四则为具足，一切诸供养，以舍利其塔七宝而庄严，表刹甚高广，见小至梵天，宝铃千万亿，风动出妙音，又于无量劫而供养此塔，花香诸璎珞，天衣众伎乐，燃香油酥灯，周匝常照明，恶事法末时，能持是经者，则为以如上具足诸供养。若能持此经，则如佛现在以牛头旃檀起僧房供养，唐有三十二高八多罗树，上转妙衣服，床卧皆具足，百千众住处，园林诸浴池，经行及禅窟，种种皆言好。若有信解心，受持读诵书，若复教人书，即供养经卷，散花香墨香，以须曼占卜、阿提木多伽、熏油常燃之，如是供养者，得无量功德，如虚空无边，其福亦如是。况复持此经，兼不施持戒，忍辱要禅定，不嗔不恶口，恭敬于塔庙，谦下诸比丘，远离自高心，常思维智慧，有问难不嗔，随顺为解说，若能行是行，功德不可量。若见此法师成就如是德，应以天花散，天衣覆其身，头面皆足礼，身心如佛想，又应作是念，不久亦道术得无漏无为，广利诸人天，其所住之处，经行若坐卧，乃至说一偈，世中应其塔庄严令妙好，种种以供养佛子
住此地，则是佛受用，常在于其中，经行即坐卧。